一百块，一百块。真的。那要吃？那一百块，一百块要吃无？不要。黄小姐，一百块要吃啊？黄小姐，其他都还没听明白。啊？然后要吃什么？我手机没关。那然后来，你吃那个阿爸讲完的无？三百块，米阿公要两个人给一百块，要吃一百块。好吃。这样子。好吃。为了要吃鸡米花无？三百块米阿公要吃两片鸡米花，一盘啊，一百块送那吃一百块。 十块钱，十块，你几个？我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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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块钱，十
食什么？食什么？来个来买啥？多利，多利，多利，这个放在你面前。来，你看。啊，别话讲哦，伊这多利人会较两百个，我来当吃哦。老人囡仔食这上解好个哦，是啊，因为伊无饲，第二伊百余，啊，营养够悬啦吼。这着你用炊煮嘛，拢个啥？红烧糖醋，凊彩就乌白煮乌白，只三块总共拢解百个，看哦。 这餐厅咧一个吹起来不好笑的啊，一个吹起来300几块，300多块。好来，这三块吹起来才正千块啦吼。这你要创几个，你卖买买一百条，你无买少啊。这个多利鱼，这台中去平常叫八十，哦八十，来我来讲哦，五个人计搞要，这大包哦，这三块一公斤哦，一公斤哦。我还免就钱开八百啦，百五百，全部拢免啊。我来就这五个人买买啊，上星期钱的先赢300了，再加上你再加上。啊，进来。来啊，300块都进来啊，300块给你吹啊，300块我拢来啊。 三百块，多少？多利鱼300块，300块，谢谢大家，感谢你们。你这哦，你大家老老人家食着这，你就这小料嘛。多少小料？我来讲，你讲人唔捌试食，这一两只足好食面，还佫无试，啊肉佫幼丝。啊，你唔捌买过，你试食看嘛，百五就好啊。那150，啊，你真正捌买过，你买百五先一包都试食看嘛，150就好啊。百五只。谢谢。 百五个要七只好嘛，你八只只甜哦，真正幼丝哦，百五拢有啊吼，都有了吼，感谢你，来送，来个来要食啥？小雪干物。来，我要迄、那个，来个来要食雪地雪梨哦，这雪梨都用煎的落啊，这雪梨我卖介绍啊，你伫台北拢好食啊，500片400片300了，300块最后一个300无啊，后边拢无啊。无啊。 哎，这种上面紧，来刷你上面去，最后搁一个300块拢我哩，300块上面一个300块拢来，300块。最后一个刷你300块上面去，有啊，最后一个300上面去，300块。买刷你300一下，再扣你好不好？100了，哦，这刷你去啊，没来叫我。 这块蒜里还没得一公半嘞，你看要皮就知啊，差一大块，甲细块，有诶用切嘞，有诶用切，开五百了。啊，这一块五百，两块五百，三块五百，四块五百，这块三块，等于用切拢无是百上百样啦。最后一个两百块，到尾就全部都没有了，两百块，两块没有，包括。阿伯，我这两块了，阿伯这个情况你好无？有啊嘞，我这两块你这啊，阿伯这边便宜啊。哦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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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
这算吼，这种物件算年轻人就是了。哦，这当然这鱼皮壳，鱿鱼圈，这个季节，人是讲好少，好少人拢真好少。你减少几大十斤，再轻拢你卖这，这块一文钱啊，一定啊几啊五，几啊五加几啊五啊这，500，唔免500，卖400，这块贵哦，新价钱的新价。
两百块，两块你买这边，两百块，一包五十块你买这边鱿鱼圈，来两百上面加两百块，这边可以再季节了，两百块用这个买到，两百块买只鱿鱼圈，开两百了。大家，谢谢。一百了啊，无啊，一百块，计价我卖完去。大家，一百块，唔好卖，你买一包完去，全这三四包啊，卖卖一百块了啊，一百块，这只好食哦，一百块。啊，最后两个一包上面加一百块，鱿鱼圈啊。一百块，最后两个上面加一百块。这个物件哪个平，我袂满意啊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对白这边。鲍鱼还有吗？鲍鱼有啊，鲍鱼先，我边鲍鱼先，来。鲍鱼要偌济？三百、五百、三百、五百。一条鱼啊，我两条五百。三百，这条过来，这条过来。啊，这你啊，当然无出钱啦，用想着，怎么过来出？你们晚上要先结婚啊？你现在在干嘛？对啊，那你们一个箱子给我好不好？箱子我，我来讲，我这也是十八一斤，要开始卖了，伊也到底要关门了，伊起码要十八，你要插包消灭了。你快一点。来，记者讲，我是讲咩哦？上面就推牌，这是黄米哦，同埋这面香的哦，你也吃黄米的哦。伊只黄米鸡腿，甲你撕过，甲你起骨，一斤鸡腿，两斤鸡腿，一只起两斤腿尔，这金贵贵只两斤鸡腿尔，啊，来。这五斤鸡腿唔免三百，免几啊个开两百就好啊！我一支过送你，一支过来，这三支过来，十支鸡腿啊！你两百分钱，两百块，你吃一支鸡腿剩二十块。最后这两百上面吃，最后这鸡腿两百块上面吃，两百块拢没有了，两百块，一百了啦，一百块，鸡腿你买袂袂买一百块起就好。吃啊！一百块，最后这一百拢没有了，最后一个一百块真的没有了，一百块上面吃一百块，最后这一百块上面吃一百块，最后这一百上面吃一百块。买两百台嘞，买啥？来十包卖你好无？十包就好，欢喜就好，好。你买还要得嘞，你我发到两百几块，影响就买气运，哎，影响买气啊，吼，哎。来啊，迄个过来要吃啥物物件？来哦，迄好，啊，沙子啊，敢要我买一个，我爱买沙子啊，沙子啊上好食，人买上啊。来啊，起起就好，你家先我同我留。我带你往黄油去。有人要吃这個，哦，你卖了这去啊？你干嘛要吃这個？这做检查规则拢会当吃，卡挂辛苦，贵的拢卖有你无差的，买偌济吃偌济，拢卖营养，拢卖无差。要吃这個啊？我卖讲餐厅干夜市啊，你饲的足贵啊，五百你省着，四百唔免啊。来，爱吃你甲平时我你爽，三百三要吃刷子啊，三百块了。好，起来。来三百好刷子啊，吼，这当然季节做检查，沙地高蛋茶凊彩你饲吼，来，伊要啥？凤凰，凤凰，我等下是个，这你等我一下好无？那你到底吃什么好料的？米，米啊，什么小吃？传统小吃，这拢少米。这么多，无人买一半个少米啊，三百块肯定。三百块要吃山鸡啊，哇，三百块，这好吃哦，这季节吃这螃蟹哦，秋天是吃螃蟹的季节。三百块吃一个哦，三百块，再过你哦，满起来啊，免阁考虑啊，再阁送你，再阁送你，再过。来三百块要吃啊，三百块，阁招一个人，今日山鸡啊，三百块，三百块了啊，拢有啊吼，谢谢，感谢你辛苦。蛤蟆，蛤蟆，蛤蟆耶，蛤蟆耶，蛤蟆可以啊。很多这个要一千块。这边啊，这些蛤蟆给个，那蛤蟆给钱收下个，滚来了。蛤蟆你要拿钱的，过来谢谢啊，刚才你的支持哦，谢谢大家。阿斌，这个十只，来你也十只哦。大家来要食这个咸鱼啊，卤味，拢无饲的哦。哦，煎到胖胖啊，煎到赤赤啊，无，那三只胡椒你讲，这个本来你含一个百八块，这两只含个三百几块，这三只含个差不多五百。我这两块块上面用煎的就好啊，两百了。来两百块上面一个挪威仙女两百块，来两百块两百块。来最后一个两百块要吃挪威咸鱼哦，两百块三块四块五块，两百块要吃咸鱼啊无？拢有啊，谢谢大家谢谢。来谢谢哦。好啦，你要吃啥？贵皮包。贵皮包给我包完了，现在也有。来贵皮包要吃三百了，对吧？三百块，最后一个哦，这两包就五百，我给你三百了。哎，这两包够上，然后一包够吃，然后三包够包来包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这个鲍鱼。哎，嘛是鲍鱼，还是另外一种鲍鱼啊？无同款包。你讲咩啊？你啊包个三八千啊？
也好吃啦，拢好吃。来，来，干啥？你们吃什么？贡丸啊！贡丸啊！来，贡丸啊，听起来，顺头顺呢。来，这贡丸哦，这乌皮白贡丸哦，真正最好吃哦。来，想要吃贡丸，免三百，免以后啊，开两百啦。来。一包两百，一包来，最后一个两百，想要吃，想要来，最后一个，来一百，来一百，来呀，来一百，够要来哦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来一百块，够要来无？最后两个，哎，今天出车来，你改咩样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还有干杯啊，这个，吃贵少了，还在讲话中有啊？好，来只干贝吼，剁了个丁吼，下顿用蒸了啊，不管干奶油来蒸，我好蒸一包，这一包半公斤，我好蒸一包八包，这两包一千个，来想要吃一千块就好，一千块，来这包过来哦，来这包过来，来一千块刚好让买来，一千块，来我这包过来，好，走。一千块，来这生食鸡干贝哦，这较高级哦，这日本北海道的，这吃也不是公斤啊，啊嘞，一盒一公斤，来想要吃